我是林静。嗨，我是小 A 啦。我们是静辣宝贝，终于不用业配了耶。也不是说不用再业配了，我们今天接洽的是第一支代言，叫什么呢？凯能 Q 吧。耶，凯能 Q 吧的代言人就是我们静辣宝贝。好开心哦，那我们来清唱有点甜。好，没问题。他可以调 echo， echo 给他开下去哈，唱歌比较好听。对，预备起。在一颗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，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，像夏天的可乐，像冬天的可可，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，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用着人们的副歌我也轻轻的附和，都是看你着我们的选择，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个变成粉红色，是你让我的生命两只都这样也配合，爱要精心来雕刻，我是米开朗基罗，都是刻画最幸福的风格，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。阎王子真的太不错，唱起来好像变成有点苦这样子。感恩 Q 吧，赞。